由中华民国委员徐峰陪同，这些来宾们包括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的委员以及他们的夫人。今天跟他们同机到花莲的还有我国驻菲律宾新任大使刘凯以及日本驻联合国大使贺刚三任。在花莲游民大理石工厂，他们参观了大理石工艺品的制作，并且也顺便访问了花莲农民之家，受到了这些从军中光荣退伍的老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也一直赞扬我国的退役军人辅导工作的成就。今天下午他们欣赏了花莲的阿美山地歌舞，并且和这些年轻的阿美小姐们拉着手跳山地欢乐舞，一直到今天下午3点钟他们才返回台北。